Hi everyone, this is Eileen. 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 and our audio podcast with subtitles series. We think audio podcast is great for language learning because you can focus more on the talking instead of visual images. Also, audio is more convenient because you can do other things while you listen. For example, walking, driving, exercising, and so on. So, why audio with subtitle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not every student that listens to this podcast will be a true intermediate. They will need the option of occasionally being able to look at subtitles. Please keep in mind that you can always go to our website mandarincorner.org to download free PDFs of all our audio podcasts and videos. In addition, a non-English version of this video is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And of course, it's free. For a minimum $10 donation, you can also download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and access all the premium content.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其实 Kirk 已经来上过一期节目了，那一期的主题是关于南北差异的，那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的主题是，对于中国男性来说，结婚有多贵？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结婚难道不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决定共度一生的承诺吗？它跟有多贵有什么关系呢？那 Kirk 能不能请你来解释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的有很多，但是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吧。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毕业手册，然后每个同学都会在上面留言。很多女生我记得她们写的留言是想要嫁个有钱人，就他们对未来的愿望是吗？对，这句话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因为当时我很小，我才17岁，结婚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我不会觉得结婚是一件基于物质上的事情，更不会意识到结婚到底有多贵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留言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哇，他们才十几岁，怎么就会觉得嫁人一定要嫁个有钱的，而不是嫁个很帅的或者很高的？其实很多小女孩子应该是有这样的幻想才对啊。我觉得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影响吧，很多时候可能给他们灌输一下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未来的老公没有钱的话，你的生活就会不幸福啦。那现在来说，如果一个男的要结婚，他要满足哪些经济要求呢？你必须要有车啦，有房啦，然后你的工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啦，要有存款啦，也许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要求。不过所有这些要求我觉得最重要的都还是集中在物质上面。就拿房子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来说，北京的房价现在平均的价格我从网上看到应该是59000元，也就是说你要买一个两房的公寓的话，大概以80平来算的话，那最后的价格可能就是400多万，接近500万的价格。你想，你一个适龄的男性来说，你可能25、26岁，你可能刚刚出来工作，你想要结婚，但是你没有房，买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那结婚就更遥不可及了。我身边很多男性的朋友，其实他们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可能7、8千或者甚至10000的，还有的只拿到5、6千的，如果是刚毕业的话。那这样子你想一想，除掉吃的喝的住的，那也没剩下多少钱。对，因为我们现在平均工资水平是远远低于平均房价的。也就是说你要想要去买房的话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得到你父母的支持的话。
是的，其实你刚刚讲的最重要的是房子嘛，我觉得那应该是主要发生在城市里面吧。如果是在农村的话，大家对房子的要求并不高，因为在农村很多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所以对于农村人来说，结婚的时候现金更重要，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彩礼的要求。那么这个彩礼也是因地而异，就是在每个地方，他对彩礼的要求是就不同是的。男性付给女性呢，就是婚前付给她一笔钱，对呀，现现金，金。是的，没错。我们那对彩礼的要求呢，是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贵的，应该说贵得非常出名的。去年的价格是40万起步。对，今年是50万，去年40万，今年对，50万，不要明紧年张，就60万，不要再紧涨张。下去还了得？而且我说的它只是彩礼的部分，除了彩礼，男方还要支付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你拍婚纱照要花钱吧，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在农村，然后酒席要花钱，对还对要对。买黄金如钱。果我不付这一笔钱呢，我只是想结婚，这样不行吗？那你跟谁结呢？请问谁会嫁给你呢？就是相信爱情啊。反正，在农村的话，我知道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要娶一个老婆，而你又拿不出彩礼，那女方的父母是不会答应让她的女儿嫁过去的。这个我有一个例子啊，就我认识的一个人，也算是一个亲戚，他跟我说。她有一个男朋友，她刚开始没有让她的妈妈知道，后面让她知道了，然后她呢又被她妈妈逼着去相亲了，并且那个男的可以拿出很高的彩礼，而且还能够提供一套房子，就是他们在城市里面还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他更有竞争力。根据她所说的，她的男朋友很穷，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有2个儿子，所以她妈妈就，很严格的跟她说，你不要跟他见面了。然后她也觉得很纠结，因为她一方面不想要违背她妈妈的意愿，另一方面呢，她又觉得她很喜欢那个男孩子。听完之后啊，我是觉得很悲伤的。他结婚了吗？最后他跟谁结婚了？当然是跟那个有钱的了。当然是跟那个有钱。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我没有怎么跟他联系，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听到他跟他妈妈大吵了一架，就因为这个事情，吵得2个人都在说我要去自杀，怎么那样。你觉得他幸福吗？当然是不幸福的，你看他。我刚刚跟你讲的嘛，他都威胁他妈妈说他要去自杀，然后他妈妈又威胁他女儿说他要去自杀。他说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去自难道杀。这么多财富，相对比较有钱，还不会让他快乐吗？可能大家想的是金钱可以让他们快乐，但是实际上，他们真正的内心里面是这个幸福或者是快乐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那刚刚我们讲了，在中国对于男性来说，结婚到底有多贵，而且给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并且也用一个例子来阐述了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如果你不能满足一定的经济要求的话，你可能会被迫跟你的女朋友分手，或者是你可能会娶不到老婆。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原因吧，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结婚。大家会这么强调物质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缺乏物质的国家，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说车和房。在很早以前，60年代、70年代，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就留下了一种记忆嘛，就是你缺这个，你缺那个，你要两个人要结婚，你需要更多的物质，尤其是你要繁衍下一代、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变得更加的需要物质了。
因为就是吃饱饭很重要，吃饱饭相当重要，是第一位的，它是高于爱情，高于任何情感的。因为首先你要活着，你才能有情感，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那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以来婚姻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物质的提供，比如说在很早以前，如果说一个女孩子要嫁人的话，她的目的是能够找一个经济支柱，就是女性的出嫁它就是一个物质交换的为基础的，比如说你们俩在一起是因为你要帮男性的家族做这做那，做一些工作传宗接代对，你要为那个男性那边要生小孩，所以男性愿意花一笔钱去，在古代可能是去买，而在现代呢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彩礼啊，房子啊，车子啊，这些物质其实都是一样的，跟在以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讲求孝的国家，作为一个儿子呢，你一定要上孝敬你的父母，就是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长辈。那我想说的是，那等到你的父母老了之后，你是有义务去赡养你的父母的，其实在法律上也有规定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责任非常的重了，你父母年老的时候你要去赡养他们，然后你要养自己的后代，然后你的后代长大了又要去赡养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家庭才会如此重要嘛。那我刚刚想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儿子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结婚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想要等他们老的时候他也有膝下有子来赡养他们，所以这个也是一代传一代的这个风俗。其实我认为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他生存的观念非常的重，除了生存以外什么都是不重要的，精神也不重要，你不可以去玩一些就是跟生存没有关系的事情，你不可以做一些跟经济没有关的事情，比如说呢比如说发展你的爱好，比如说你去唱歌啦，比如说你去画画啦，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不务正业的，就是在玩。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用物质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了，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地步。在婚前的时候，很多女生会去考虑就是男性他到底有没有钱，或者他有没有在某个区有一个房子，有一个什么品牌的车子，他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而他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男性，比如说他有什么内涵啊，然后他可能很好笑啊，他的个性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到他的。但是你也不能怪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因为在中国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假如25、26啊，你就会被催着结婚，那但是你又没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那你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被安排相亲，那相亲的时候你真的有时间去了解对方的性格，对方的品质吗？基本上都不会。相亲的流程就是你的父母走过来跟你说，哎呀，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戚有一个男孩子特别适合你，然后这个男孩子名牌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在哪里哪里工作，有房子，每个月哦3万块钱工资，然后有一套房子，全款的，不用按揭了。然后你会这样想问题，你就说如果你们俩结了婚，然后你们的婚后生活会非常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供房啊，如果你不用供房你就不用支出很多东西，那你的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幸福感也是这个社会还有父母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他觉得你要有一个幸福的生活的基础是首先你得要有房子，或者是你有一定的存款，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你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当他的父母跟他的女儿说他有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说这个男孩子的性格有多好，而是他提到的这些重点都是他是名牌大学毕业，他有多少钱，他有几套房子，这个男的之所以适合你是因为他能够
满足一些经济要求。然后当这个女生问她的父母，那对方的性格怎么样呢？那她的父母肯定就会说，那性格肯定很好了，一句话就概括了。可是这个好是非常的模糊的。对对对对，就是在你了解对方之前，当你去通过第三个人去问的时候，那些人总会说这个人这里好那里好，最重要的是他有钱。有钱，对对对。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物质，所以结婚才把物质视为是首要考虑的一个点。嗯，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物质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了？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吧。我觉得就是男多女少的问题呗。80年代我们有一个计划生育的政策了，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那这样的话，在农村的话，很多人是不愿意遵守这个一胎化政策，他们还是会生。嗯，然后多生的小孩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付钱，通过罚款这种形式，然后去多生。直到生到男孩为止。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儿子他有他的作用嘛，因为他是要赡养他的父母的，而女儿是嫁给别人家的，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儿子比女儿重要。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儿子，他们会停止生产。嗯，那么如果你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子怎么办？他们又非常想要男孩子啊，所以他们只能躲着生，或者是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要再生一胎试试运气，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多出了这么多男的。现在多了多少呀？现在多了应该是有3000万到4000万吧。他们到了适婚年龄，然后找不到配偶。那既然有那么多男性他是找不到配偶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女孩子，所以就会导致这个现象是什么？高价者得嘛。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好，那当然你能够找到配偶的几率会更高一点。对，没错。如果你是一个单身汉的话，你又没有什么能力，那就只能用钱来去衡量你了。嗯，那如果你没有钱的话，那你可能只能被剩下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剩男嘛。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在农村就非常明显了这个现象，就是我最近2年回家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种焦虑。这个焦虑是来自男方的父母的，就是很多父母他有一个到了适婚年龄的儿子，有可能28、29了，还没有结婚，哇，他们那种焦虑感是你只要走到他们面前就能感受到的。我看到过一个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他就到处跑嘛，去各个村庄里面，然后就问你们村有没有没结婚的女孩子啊。我就觉得哇，都到了这种地步吗？我之前看一个新闻哦，有一个男的，他找了30多个女朋友，然后这些女朋友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存在。这么厉害。然后他一直维持着这多方面的关系，然后每个人他都许诺说我要结婚我要结婚，而且那些女的对他死心塌地。好吧，他没有钱，然后他也不帅，一看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但他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也许他巧舌如簧啦，就是很会说很会哄女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啊。其实这个社会呢还是有精神的一部分的。你的内涵够的话，你还是可以不花钱。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就是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一些品质真的能够吸引到女孩子，也有可能在你没有钱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老公。有这种可能性。只是比较小而已。比较小比较小。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就是包治百病。包治百病本来它是一个成语，就是一包药它可以保证能治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它现在就是这个包呢，其实你不要理解是保证的意思，它是真的那个挎包，就是女孩子的包。那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俩是情侣，我们吵架了，然后我会告诉你一句话，就是包治百病，你得给我买一个包，那我就原谅你了，就忘掉它了。对，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女朋友原谅你，那你就买一个包给她。嗯，说明大部分男生都是很平庸的，没有技巧和技能去哄女人。
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你已经有了一些结婚的必备的物质条件的时候，但是人们又想要更好的物质条件，比如说更好的房子啦，更好的车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有，比如说，我就经常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哇，那个谁是谁家的女儿，嫁的老公好有钱啊！啊，我的女儿怎么这么没有用？找的一个老公，那个工资才五六千。他们完全不会考虑说你女儿嫁了这个收入只有5000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很有爱心啊，他家里还有一只狗啊，所以他们就会很幸福”或者他很努力，他有啊。对潜啊，力，对是啊，吧？对，就或者没他有。长得帅啊。对，那包括在女性，她们自身也会有这样的比较。比如说，很多已婚的女性，当她们坐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可能她们会显摆的不是自己的一些成功，但是她们更多的会讨论，哦，我老公上次给我买了一个钻戒，或者是我老公给我买了个包，然后要么就是哦，我老公最近升官加是他叫什们么？会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生活，今天又吃了什么啦？明天又到哪儿去旅对，游然后啦？还会秀恩爱，就是啊，我老公对我多好，但是我很怀疑那是否是真的。可能他们的精神比较空虚啦，所以他们就不停的需要一些物质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一些空洞吧。也可能是，然后通过别人来夸赞他们，就说啊，你好幸福啊，你好幸运啊，然后他们也觉可得，能是我们想多了，好吧。人家本来就很幸福。好吧，也许吧。那我祝他们幸福。好的，好的。大家听到这个现象啊，或者是这些原因，就会觉得，那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够拿出这么多钱的话，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拿不出来。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讲一讲他这个风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给社会还有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婚姻是基于物质的，然后不是基于精神上的，很可能导致离婚。就是他们两个可能性格不合，是对，吧？他们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并且这个说法呢，也可以得到一些数据上的支持嘛。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离婚率越来越高了，对吧？是的，说到这个，我们上一期的主题讲的就是这个离婚率，也提到了这一点原因，所以没有看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点，我很同意。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大家都是相亲认识的，就很多人吧，应该说，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如果有矛盾的话，两个人根本不能容忍对方，就是一吵架可能就爆发了。为了避免离婚和避免这样的问题，那干脆就不要结婚好了。哈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这样想。是，好像现在不结婚的人也挺多的了。对。以前还很少，就是大家到了年龄都会结婚，但是现在好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我们所说的剩男剩女了，就是过了30岁都不结婚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你多大了？方便问吗？我就是30几岁的那种人，然就后是还没没有有结结婚，婚，没有结婚。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结婚？原因很清楚啊，就是因为结婚有很多麻烦事，首先一个物质的条件了，然后我们觉得结婚只是一个法律程序，它不能是你们爱情的证明，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结婚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要去置办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这些都会让我们俩不快乐。既然不快乐，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那干脆不要结婚好。其实现在有一部分的不结婚的人应该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是觉得很麻烦，另一个可能是找不到自己心爱的伴侣，就是找不到爱情的话，那我就不结婚。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很绝望了，因为首先他们为什么觉得不想结婚？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根本就达不到基础。刚开时始，间久了以后，他们就会有一种情绪，就会觉得这个社会非常的冷酷，非常无情，然后他们对，婚姻对爱情也没有任何的期望。你讲的是男性吗？对，男性就会这样思考，甚至会说去仇视女性，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女性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女人。我可能很有内涵，但是我没有钱，那些女的就看不上我，我就觉得很不满意，我就很愤怒。
嘿，所以你觉得这种男的仇视女性的思想会不会更来越来越会严啊，重他呢？们就会很极端化。有些人会说，那我去找小姐还好过结婚，对不对？因为我算过一笔账，我每天去找小姐只要花多少钱？也许只要300块，那一个月下来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但是我要去结婚，我要买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买一个500万的房，我再买一个100万的车，我再买东买西，买一大堆东西，那我很疲劳很累啊。而且我每天必须面对同一个女人，但是我去找小姐，每天都会找到不一样的小姐，她们给我带来快乐，我的花销更少，那我为什么不去找小姐虽然他们讲的话是出于愤怒还有绝望，呢？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这样说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就作为一名女性，就好像他把女性当做了一个只能够为他们解决性需求的工具。但是现在很多女性也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你要去相亲啦，你跟女性出去一起吃饭了，大部分都是男性买单，不是我们物化女性，是整个社会都是，包括女性自己，她都承认这种现状，而且她会花钱去整容，她会花钱去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或者说她会炫富，她炫富是为了吸引更富的人注意她。整个社会的共同的一种心态，不仅仅是男性而已。我觉得他们接受了，他们接受的表现就在于他们会更努力的去挣钱。然后女性的表现就在于她们会更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的外表，因为她们觉得男性看重的是外表。男的觉得我可以不帅，我可以不幽默，我可以没有内涵，但钱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我可以买到女人的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要矛盾？就是因为你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但在实际中，钱不能买到一切。现在很多的中国男性啊，年轻人哦，本来年轻就应该是有活力的，但是我看着他们就每天都很辛苦，然后他们也不会太去发展他们的兴趣，对，或者照顾他们的形象。他们花很多时间去满足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他们要达到这个社会所认可的那种人，他们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这就导致了他们精神方面的空虚。比如我没有时间看书，我没有时间听音乐，我没有时间看电影，我甚至没有时间去，就是跟朋友去交流，就是你的精神极度的空乏。我们现在说油腻男呢，什么意思？就是你变得又老了，你不运动，你的肚子很大，然后你吃很多东西，然后你脂肪越来越多，你就变油腻了，好吧。你没有任何吸引力。其实说到底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思想或者是风俗已经屈服了。然后我现在插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回家过年的时候租一个女友嘛，就是让他们父母不要对他唠叨了。对，你去淘宝上找一个女性回去，就应付你的亲戚朋友、父母，然后假装你自己已经有女朋友，而且结婚很快了，就这样子。对，而且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价格我就不知道了，按天算的吧。好像还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不能牵手，或者是不能亲吻。如果亲吻的话，或者是牵手的话，这个费用又对，要加多少？就这样子。都是明码标价的，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的。对，如果你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不用担心，家长还会帮你去做，他们就会把你的简历啊什么的拿到一些相亲角，然后跟别人的简历对比，然后帮你寻找对象。我有看过那样的相亲角，其实我有在公园里面看到过。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震惊。你在哪里看到过？我在深圳。一般大城市都比较多这样的东对，西。然后我其实我看到的这些所谓的简历吧，上面的描述的这些人啊，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就很多人都是过了30岁没有结婚，但是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比如说很多人他是受了高等的教育的。硕士啊，博士，
或者是自己开了公司，甚至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非常好。嗯，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找不到呢？嗯，他们可能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很高吧，不仅要求对方有一些经济基础，可能还要在性格上合得来啊。这样在中国来说就是非常挑剔的一个、就是还有爱情，就是他们可能会对爱情有奢望。这部分人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精神上的伴侣，所以就现在都还没有结婚、相反结婚结得比较快的那种人是物质上看对了眼就马上结婚的那种。我看过结婚最早的是16岁，16岁都不合法。那是在农村吗？好吧，这个婚姻市场不仅是在中国，在中国你要通过什么彩礼啊、房啊、车啊去达成，那你如果还是没有合适你怎么办？你就到外国去找。嗯，现在不是有这种现象吗？去一些越南、柬埔寨啊，缅甸，还有缅甸，对、嗯，去买新娘吗？对，在农村比较多。你看到过吗？新闻上有看到过。我有真实的见到过。现实中，你讲。而且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有一个男的，他是我的邻居，就从小长到大的、其实他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然后他是家里的老二，就是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哥哥已经娶了老婆了，那家里的钱都帮助哥哥娶了老婆，那他弟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在本地娶不到呢，那他爸妈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也不是他们想的吧，就是说已经开始流行了，那他们就花了8万还是10万去越南买了一个老婆。也就是说买外国新娘的话是比在国内的话结婚更加便宜更经济的一种行为。当然当然，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在家里面娶了，是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娶不到啊，那个男的就买来了嘛，就这个女孩子呢跟他是语言不通的，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在一年之后还是半年之后，他为那个男的生了一个儿子。嗯，过了2年之后那个女的跑了。嗯，然后这种逃跑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估计啊，就是一个集团，犯罪集团策划好的，过一两年他们就要逃跑。嗯，然后他们又可以再把他们卖给其他的单身男性、这样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嗯、还不如叫出租新娘呢，10万块钱租一年还可以跟你生一个小孩。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就是很多父母嘛，买了越南新娘的父母，他们会担心他们逃跑，嗯，就把他们锁起来，也不是锁起来那么严重，但是会非常谨慎，会看着他，不让他一个人出去。后面我也觉得挺搞笑的，就是那个男的他父母还是挺满意的，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们觉得那就算了吧。嗯，他们赚到了，婚姻就是为了给你生一个小孩，然后可以在家给你拖拖地，给你做一下家政服务，然后可能满足一些性方面的需要，这就是中国人认为的婚姻的全部。可能他们不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就这么做的。这种情况还越来越极端，到了一种就是会让人犯罪的地步。我们之前讲那个从外国买新娘嘛，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性越来越多光棍男性，嗯，他们对就是性生活方面也有需求，但是他们从正常途径无法得到满足，那怎么办呢？犯罪率上升，大家也都看到了，经常有一些那个网约车嘛，单身女性上去了之后，然后你就消失了。对哦，好可怕哦。对啊，你就遭到性侵犯，然后你就消失了，这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就你个人而言来说的话，嗯，你对这样的一个风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就是强烈抵制，因为我已经到了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大的年龄，然后我还没有结婚，他们觉得我应该觉得恐慌，但我并没有。嗯，你觉得你是这个风俗的受害者吗？我没有认为我是这个风俗受害者，但是我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因为在社会上人家会看你，他们会用这样的眼光看你，如果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很大的年纪，比如说30多岁，他还没有结婚，那他就是可能是一个异类，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有没有人很直接的这样说过你？没有人这样直接说过，但是你感觉得到的那种感觉，嗯，是歧视吗？歧视没有，嗯，没有，我没有碰到过歧视。我大概是我的心态比较好吧，我一般不会说，去往那个方向想，我不会被社会的这种心态给影响到。但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很多同龄人，我跟他们是没有办法交流跟沟通，因为就像之前说的，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就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共同点了，我们很难跟对方交流。很可能对方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们已经有小孩了，所以他们整个人思维跟我已经不一样了。就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家庭的，关注一些现实的物质的事情。对，现实的，对。可能有些人会说，哦，那你在中国，你又是一个女孩子，那这个风俗对你来说应该很好啊，你可以随意的对男性提出要求。但是我并不喜欢，而且我并不觉得那对女性是好的。嗯，就拿彩礼来说吧，假如我收了男方的钱，那我嫁过去后难道不需要履行一些义务吗？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遍的，作为女人，如果你结婚之后，他们肯定会希望你给他们生一个孩子，并且希望你孝敬他的父母，或者等他们老了之后要赡养他们。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说不定你还得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那我就有点觉得这笔钱它实际的作用是买断了我的自由。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每个女人她嫁到夫家都会自愿的履行这些义务，但是我要讲的是，至少这是对女人的期待。所以说就算我不愿意，可能他们对我还是会有这样的期待。那如果我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矛盾肯定会产生，是不是？那我怎么可能会得到幸福呢？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免费的。对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就是你结了婚之后，你的人生就马上就围绕着进入一个转折了，你就马上要围绕家庭，你马上就会有很多责任。比如说你要生小孩，生完小孩之后你肯定要挣钱，为他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可能还为你的小孩准备他需要结婚的事情啊。你就开始忙这个事情。没错，是的，是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年轻人他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做一些有创造的事情。就是组织家庭的这个过程就已经让你很疲劳了。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传统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人他的愿望就是结婚，就是要有一个家庭，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不喜欢这一风俗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都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你一定要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那样子的，那你就是不对，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说到这个，我也想要说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啊。我有一次被安排相亲，然后那个男生好像家里的条件也还不错，就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但是我当时没有想法结婚，并且我跟他只见了一面，我也不可能就马上能够跟他产生什么爱情，是吧？你觉得他喜欢你吗？我觉得并不啊，只是因为我是个女的，我有这种感觉。说到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在农村是这样子的，相亲的黄金时间是过年的15天。对，就是因为大家平常都在城市里面打工嘛，所以只有那15天会回去。如果你不答应，他们会很着急的想要得到这个答案，因为他们想要马上去下一家再去找另外一个女孩子。所以我在相亲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有媒婆打电话过来问我，哎，你这个怎么样啊，看上了没有，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们马上送定金。不是定金，说的是见面礼。一场电影的时间你就要做决定。
到底没有电影，其实连电影都没有看，我们只是坐在一起聊了个天，而且不是单独，是有一些大人在场的，就我的父母啊还有媒婆都在场、我怎么可能了解得到他呢？这是一个多可怕的场景。对啊，然后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才见了一面你就要问我要不要嫁给他为他生孩子，就是你在开玩笑吗？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我当然说不愿意了。然后我就有一个人嘛，就一个长辈，他说啊，哇，人家条件这么好你都不答应啊，你怎么这么挑剔啊。然后后面人家还给我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就是看嘛，现在做女孩子多么幸福啊，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结婚你就有一笔彩礼40万，哎，哇，这是多大的一个金额。而且你结婚之后生了孩子也没有关系啊，你还是会有自由的呀，因为你的婆婆会帮你带孩子啊，你每天只要坐在家里面打打麻将多么幸福。然后我当时想，幸福那个就是幸福吗？你可以自由的打麻将，对，就是你生了小孩你可以不用管他，这是幸福。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他们对幸福的定义跟我对幸福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幸福定义就是活着就好了，然后你的生活品质已经很高了，你还可以坐着打麻将，家里还有存款。我不反对他们有这样的幸福的定义，我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定义就是错的，我唯一反对的是他们要把他们的对幸福的定义强加在我的身上，让我也觉得那就是幸福，这我就无法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这个风俗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们太被动了，因为每次都是他们来强加给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说要反攻。然后我们应该尽量去宣传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认为物质是结婚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可能更要寻求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应该反过去宣传我们的概念，我们也要主动出击，才能改变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太顺从了，可能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父母的话我们要听，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辈或者是我们的下一辈年轻人吧，如果年轻人不反抗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风俗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就像你说的，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从我做起。如果你听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讨论，并且呢你也有想改变这个风俗的想法，那么你首先去告诉你身边的人，还有告诉你的父母你的想法是什么，至于他们接不接受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自己首先得要做到，不能一味的去顺从你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好，那听完我跟 Kirk 今天的讨论，我相信你们对在中国对于男性来说结婚有多贵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你们对这个风俗有什么看法呢？是反对还是支持？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再见，拜拜。拜拜。